欢迎收看我不可男体频道，今天要玩一下手游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好的，要来挑战一下阿洛克这个超强捕尸 DJ 手来吃鸡啊。然后我觉得个人觉得他这个角色是真的蛮实用的，特别在组队模式的时候，你可以凯瑞队友一波，而且可以帮队友补血，然后又可以增加冲刺跟跑速，不错。那我们来玩看吧。好的，在之前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角色的优势啊。个人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他这个角色真的是辅助型非常棒的一个技能。然后如果今天一个人玩的话呢，我来试一下他的技能能不能使用。我还是有装另外两个技能啊，因为他这个角色专属技能，所以说其他角色目前看起来是不能装他的技能，所以说他可以装其他人的技能，然后不能装别人的技能，就像悟空一样，悟空的技能也是只有他专属的。好，来吧，我们这场直接飞资源区多一点的地方。看有没有敌人啊？然后这个技能的部分呢，在这一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看能不能到吃鸡。然后现在玩家都蛮强的，普遍来讲呢，实力都非常的厉害，因为都已经玩这游戏已经两年了嘛，所以非常多的老玩家。好，不管在技术还是经验上呢，我相信现在玩家都是非常的实力坚强。好 ，OK， 我们先降落。先找武器啊，也没有步枪，没有大枪，哇，好钝哦，好爆皮了，天哪、啊，有敌人，等一下，好多敌人哦，好多敌人哦，等一下、哦，先丢一下，这敌人太多了吧，我现在爆皮啊，好烦哦，快可以先打一个。不行，只一滴而已。我刚刚那个爆劈，现在就是 iPhone 玩的话，你降落会有几秒钟是会爆劈的、啊，延迟很严重哦。然后我用 Android 的手机玩不会，打起来了，水泥房有两个人在打，我看能不能直接抓。这边应该会蛮多敌人来的，因为毕竟是支援区啊。我刚好看他楼上。好像没有探头的意思，看一下哦、喔，我把 AK 丢了，我拿 SCAR 就好了。这个地方蹲下来，这个点其实不错啊，敌人比较不会发现，不要乱动的话，这个点还不错。哎，左边有人，哎，他把车打爆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一台车打爆。哎，前面有人，有车子的声音。这台车，这车，别走！啊，打不到，可惜。停下来了。我靠他了。OK， 收掉。哦 ，MP40 不错。然后通常这个阿洛克的技能我会在损一些血的时候使用啊，还有拼枪或要冲出去的时候，跟敌人拼枪的时候都可以使用。就是说忘记按技能，然后比较麻烦，因为这技能在左下角，所以如果你们要记得有一个技能存在可以使用啊，左下角是比较不会不小心按到，因为按到的时候就没了。只是说这技能大概是 CD 值在是一分钟左右啊，五十几秒。欸、有敌人，这一个。收掉，没有拿到背镜，所以说打出来的攻击力没有很高。应该还有敌人在水泥房，这样直接过去可能会有点危险。不知道他在哪个位置、啊，因为水泥房这个位置，如果上面有架枪的话呢，很好收楼下的人哦、啊。楼下也没有凝胶护盾，没有防装，我们先绕一下来拿东西。有什么可以捡吗？有车来了，又踩吉普车，哇，损伤好低，哇，他来了，哇塞，还没死 ，OK， 收掉，哇塞，这个刚才拍电影啊，打扛棒，像这个状况下用这个技能就好用，没有，一边捡包边补血啊，凝胶护盾，哇，送包来不错，东西很多。
这个，啊，怎么跳不上去啊？好 ，OK， 我看一下这个缩圈缩哪里。哇，应该是缩下面吧，缩那个比较远的地方。哦，好像是山顶那附近，好远哦。这上面有个香菇欸，这香菇在毒圈里面。哇塞，我家的柴犬让我吃毒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有这个技能，这个技能应该是蛮可以撑的。好，有没有一边放技能一边吃香菇？补回来了，应该是补回来了。 OK， 补回来了。因为我现在这个技能是等级4啊，它一秒可以回5滴啊，然后大概可以回8秒钟，所以说大概是回40滴左右，觉得还蛮实用的。好像滑翔翼吧，欸，怎么飞不起来？他滑翔翼还没出现，欸，糟糕，快赶快走。好，你可以看左边这个 CD 值啊，很快，他这个技能真的是很快就可以使用了，因为他毕竟不算是攻击性 的技能类啊，他只要是补血用的技能，所以说你如果想要用这个角色的话，你就可以狂补啊。好，你看我现在吃毒对不对？好，可是我等这技能好。后面这毒圈其实太毒了，如果有香菇再加这技能，我们来测一下能不能扛得回来啊。好，快可以用了，快可以用了，我试一下可不可以扛毒啊。好，只要使用的时候会停一下。有补血，有补血。大致上来讲是可以变成一个无伤啊，就是变成说你的血量损掉又扣回来，就扣掉又补回来，差不多可以维持在一个血量。可是要有香菇的状况下，因为香菇是每一秒回一滴啊。等一下哦，最后要决胜了，剩五个人了。这场我跑超远的啊，但是这个安全区太远了，大家应该都在跑吧。要决胜了，有敌人。哇，差一点点。我看可以把它收掉。哇，太近了啦，这个距离。哇，079射比较远，这个射不远啊。再一发中 ，OK， 收掉。这个手冲的部分，你们真的要练习一下，因为他射程太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放了一个右耳手弹，刚好看到一个人类，假人类。剩下4个敌人，我先捡他的东西好了，看到什么好东西。哇塞，他也太多右耳手弹了吧？右耳王是不是？他凝胶太少，他凝胶太少了。没有凝胶，好吧，他把最后凝胶用完了。我先放地雷好了，我不知道最后会不会缩这边。如果缩这边的话，我守刚刚下面的树就好了。这边放一个，放不下去，放两个好了。把这么多右手弹，假装在交战，引敌人过来。现在关键这一圈，我要看一下是不是缩我这边。如果缩我这边的话，那三颗地雷中的几率非常高啊，敌人过来抓我，有机会中。前面有敌人欸，都在前面，直接冲，剩两个，下面一个，哇，血那么多，我跟我要残血，通常刚打完是残血就可以直接收，你要血量那么多，射得到吗？射不到啊，哇塞，这个真的是距离太短了，这个手冲的距离真的太短了，真的要再近一点，我刚才已经算是拉很高了，这不是，我刚才那是他的头欸。他现在躲在水塔另外一边，他刚怎么爆炸一下？地雷是不是？射不到，上面有一个敌人，上面敌人叫一个凝胶护盾。现在这个比较麻烦的是三个人，如果说我今天跟下面打的话，我可能会，哇，不管跟谁打，我可能都被剪头啊，这样很关键啊。我看谁先出来，出来先收掉。电塔下面那个位置比较好，他不用花凝胶就可以躲那里了。现在看这圈缩哪边了。哇，楼上的位置很好，楼上的位置比我好，我现在在中间啊，进退两难。哇，他打我是不是？先这样，挡，还好没损到血啊。你要先不要让下面的出来，先闪一颗，然后我们放这个诱敌。有中计，他中计了，我先往上拉好了，点在上面，先抢点，好他，嗨 ，OK， 收掉，最后一个。我们先放技能吧，这技能真的很实用啊，特别是决胜的时候，补血补超快，有没有？
他在哪里？电塔下吗？欸、还躲电塔是不是？我剩一个凝胶了。啊，这东西来不及捡，他出来了。表现长点，最后说我后面。诱饵，诱饵，两个诱饵。欸，他中箭了，他中箭了。欸，没中。OK， 收掉，司机。哇哦 ，OK， 阿洛特，阿洛克司机，阿洛克啊，阿洛克。好的，他的技能的话真的是很好用，因为毕竟是补血技能，我喜欢补血技能，因为在决胜和跑圈啊，很多状况下其实都需要补血啊，甚至你在捡东西的时候，你补个血，你一边捡一边补的话都蛮快。像有时候吃护甲升级箱的时候，你可能有残点血，或者是人家偷打你的时候，你先补个血都不错。这边的话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角色是用钻石购买啊，然后它很适合在组队模式去使用，可以凯瑞你的队友啊。然后它技能主要呢，就是可以创建一个5米的光环，然后移动的时候和冲刺速度会提升 13%， 并在8秒内每秒恢复5滴血。然后它这个是看技能，技能如果升起来的话呢，它的秒数会越长。然后像我现在等级4，是因为这个角色包它直接就会附一个角色升级卡4级的，你就可以直接使用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今天升到最高等级6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提升到 15%， 就是移动速度啊，其实只有一点点的感觉而已。然后并在10秒内恢复5滴血，所以就是50滴左右。好，这就是 Arok 的技能啊。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可以看要不要购买。未来会不会开放金币购买不确定，要看官方啊。主要来讲，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角色真的是蛮实用的啊。好的，今天的游戏呢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对这个角色有什么想法跟疑问的话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攻略的话，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一个喜欢，也可以持续我，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去给你的朋友。后面我会去介绍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我主频道、副频道跟玩具频道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喽，拜拜。